哎，小姐，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您的吗？你好，请问这儿有店员吗？啊，有，在那边。谢谢。站住！啥意思啊？还不让充啊？我们这是高级酒店，我帮您充。哎，那个小姐，请问您还需要喝点什么吗？Hot water。好，什么玩意儿啊？开水。灌吧。哎呦我的天哪！在我们这白充电，还得灌满水，你这也太抠了。再者说了，我们这是高级餐厅，你知不知道啊？还骑电动车，我都换大吉普了，还在那一天天。那个，不好意思，稍等一下啊，不好意思。阿丽，你找我有事啊？我来的路上顺道拉了个活，你有事赶紧说，我那边还得赶紧走。你坐眼前坐下再说。别坐了，我那边客人还等着呢，要不然咱电话说吧，我先走了啊。王小宁，你干啥呀？你这是？不，咱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拿你当我亲生男朋友对待。你说你啊，要啥没啥，中老年的长相还配了个未成年的个头。老你人影，你忙啥呢？我不起早贪黑开出租车挣钱吗？你撒谎！你个开夜班出租车的，你起什么早啊？好，你说点话。你说，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？阿丽，你能不能别瞎猜？我真起早贪黑挣钱呢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外边没人，但我现在外边有个活，我得走了。有事电话说。王小宁，行，我最后跟你说一句话。我现在呢，已经有新男朋友了，再见。阿丽，你说什么？我呢约了我新男朋友在这见面，所以你在这儿也不太方便。你不是有活吗？你忙去吧。不是，阿丽，你能不能听我跟你？喂。阿丽，你听我跟你讲。等等，阿丽，到哪儿了？不是。哎呀，要不咱们换个地方见面吧？不是，阿丽，你这杂人太多。阿丽，你这人。你在哪儿？我听不清。东东。阿丽。没发现我吗？吓死我了！你送给你的花。达人你好，我是洞洞，阿丽的男朋友。什么玩意儿？阿丽，你也太狠了吧！这么快就找着下家了？啊？他是你男朋友，我是啥？哎呀，前男友。我看看。你起来。啊？阿丽呀！啊，这谁呀？他，我是阿丽的爸爸。什么玩意儿？你喊什么？什么玩意儿？我喊什么？你为啥说我是你爸？我不说你是我爸，还说你是我前男友啊？那我新男友看我前男友长成这样，不得嫌弃我呀？王小宁，爱一个人呢，就希望他过得好，不管结果怎样，你能看我过得不好吗？不是，那你也不爱我。你就帮帮我，东东，我看看。没事，没事吧？嗯，都盘住了。那这么说，你是阿丽的爸比？爸比去哪儿？爸比，你会唱小星星吗？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，有一点光温暖芭比的心。来，不是，这样啊，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呢，就是跟阿丽聊聊我俩结婚的事儿。正好你也在，顺便跟她听一听啊。不是什么玩意儿，阿丽，你俩都到结婚那步了？行。关于你俩结婚这个事儿。我这个当父亲的不同意。那什么，咱俩结婚那天我买个什么车结亲呢？宝马还是奔驰呢？亏死，要不再买个地铁吧。上下班方便，还不堵车呀。就听你的。那咱买地铁的可以。那头车就得用高铁呀。啊，你看这一脚油500多迈，咱俩坐驾驶室里多帅。那就帅了。嗯，要坐咱俩就坐车头位，咱俩挂那儿，哇，多拉风，太刺激了，太刺激了。不，你俩
俩干啥呢？在这儿当我不存在呀？我告诉你，我跟阿丽那是青梅竹马的妇女。妇女行了吧？你给我起来！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是不是得征求一下我的意见？对呀。对呀。这么大个事儿。这么大的事儿。我钻戒呢，你懂吗？钻戒呢？早就给你准备好了。我跟你说，现在在地球外面大气层的外10000多公里有一个40000多吨大陨石。我跟你说，我俩结婚那天，大陨石咵嚓就砸婚礼现场啊！那群镜头呢，血！妈呀，我怎么给说出来了呢？这不就没有surprise了吗？讨厌讨厌，我假装没听见。你说你俩能不能住嘴？什么玩意儿，乱七八糟的，还陨石当钻戒，陨石掉婚礼现场，那嘉宾不都砸扁了？完了还婚车用地铁，亲戚朋友们怎么坐？办公交卡呀？过不过安检？酒水能不能带过去？还高铁，高铁当头停，高铁开那么快，你让地铁怎么跟？到站停不停？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这个婚事我不同意，你爸有意见。对吧？嗯，我告诉你们，不同意就是不同意。我告诉你为啥？我辛辛苦苦把这姑娘养这么大，我说交给你就交给你了，我能放心吗？你干啥的呀？我就交给你。叔叔，我呢是一名舞蹈演员，我主修的是板类。锵锵起锵起，锵锵起锵起，锵锵。不是，你这个芭蕾是在东北学的吧？来来来，你好好给我扒拉一段。来来来，我看你扒拉不出来的。来，扒拉吧。叔叔啊，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个前一段呢，我在团里演出的时候，我把我这个大胯给扭伤了。要不这样，我不给你展示高难度的，我就给你展示一下我的基本功。我给你来一个普利耶蹲。跟我在一起，你也不能找这么个玩意儿作践自己啊！啊！到底想干啥？阿丽，别跟你爸这样，这不为你好吗？为我好，为我好，我半年我都看不着你啊！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啊！我明白，你不是阿丽的爸爸。不是你才看出来呀、啊？你是他的哥哥，大舅哥。阿丽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找一个智商这么低的，你图啥？最起码他骗不了我。我要是很简单，我就想找一个在我需要他，他就会在我身边关心我、照顾我的人。我这回是真看明白了，你是他万恶的前男友啊！在我面前抖这个机灵有用吗？阿丽跟着我你就放心吧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比跟你强10000倍。来，你看看，你来，你看看你有什么玩意儿？要钱没钱的，要个头没个头，要啥没啥。你说你、跟谁俩啊？啊！说话都说话，动什么手啊？我告诉你，从小到大，除了我，没人敢碰我老娘一根手指头。来来来，你再点着我一下试试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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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这是我准备了半年要送你的礼物。啥意思啊？还让我给你开出租去啊？我这拿错了。阿丽，我看你每天骑电动车风吹雨淋的，心里特别难受，所以这半年我前半夜开出租，后半夜给仓库打精，白天还找了个送快递的活儿，这算是
攒了点钱给你买了个二手小汽车，我们在你身边的时候让他替我为你挡风遮雨。娘，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你不是一直嫌我不浪漫吗？我就想给你个惊喜。本来我想送你一个美丽的童话，没想到你给我找个扭伤的大胯。阿丽，你说的对，爱一个人就希望他过得好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这个车就算是我送你俩的礼物吧。不是，小玲。哎，你看给他吓的，眼泪都流出来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和阿丽两个吧，逗你玩呢。阿丽怎么了？我这不是半年都找不着你吗？问你干啥你也不说，我实在没招了，我就找我的男闺蜜动动，让他帮我一起气气你。什么男闺蜜？从哪整来个男闺蜜？我咋不知道呢？我充话费送的。别听他的，抽奖抽的。我就是想气气你，看看你到底还在不在乎。我不在乎你，还能在乎那个大胯呀？小娘，谢谢。两个人在一起过的是日子，不是物质。所以，咱把这车退了吧，啊，这钱呢，咱留手里，好好过日子。不是，音乐都停了，你自己在这拧的啥呢？你俩别管我，先把车退了吧。这是打电话。哎呦，哎，小姐，哎，那个，这充好了，加满了。哎呦，谢谢。那好，那好，不客气。嗯。喂，不好意思，我是在网上买你车的那个人，那个车我现在不想要了，你能不能给我退了？怎么的呢？我那车挺好的，不是你那车有毛病，我这车哪有毛病？不是你那车，喂，喂，来你告诉我，我那车哪有毛病？哎，我为了你准备了半天，你这对着你俩呢。